宋大哥，我们庄子上的案子破了，我也没什么好感谢你的。平儿，这些盘缠，你们留着路上用吧。啊，好。尹姑娘家的钱你也要啊？怎么，这一路上不都是要盘缠？这脸皮可真够厚的。哼，我可不会不好意思，这钱都是我们路上的开销。小六，拿着。看我干嘛？尹姑娘，这把剑名为初尘，削铁如泥。我武功平平，像这种神兵利器跟在我身边也是无用。临别了没有什么可送的，就以此剑为赠。沈姐姐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让你拿就拿着吧。沈姑娘一片心意，收下吧。那就多谢沈姑娘了。尹姑娘，这是我自制的药丸，给你娘服下会好很多。谢谢白姑娘。好了，礼物也收了。尹姑娘，我们走了。嗯，走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贾刚回来了，杀气腾腾的，射死了我们的人。这贾刚疯了，他想灭口。食气死者，眼闭口开，遍身黄色，两略有薄皮起，手足俱身。宋词《洗冤集录》。狼将军被杀的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？凶手也移交给官府了，不知道贾将军这次去而复返是什么意思。对不住了各位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你们安心上路，事后我会给你们多烧点纸的。你沈家姑娘还在这里，她可是太子太保的千金，当今圣上要是知道了，你脑袋不想要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她既然能来，就是已经豁出去了。白姑娘，这次情况不太一样，先别动手。这郎正才私自带兵离开驻地，其罪当诛，并且我们可以证明鄱阳虎子案的真相，这人来势汹汹。大胆，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灭门？弟兄们，一个不留，给我上。尹姑娘，走吧。还在跟我计较？快，快，从那边走！小心，小心！贾刚，帮你找到凶手，你就这么恩将仇报？抱歉，宋老弟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觉得人最后还是得考虑自己。上！小心！白姐姐，这是什么？无心研制的腐蚀药水。白姑娘，白姐姐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我这，贾刚，你居然敢造反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跟你们拼了！把武器都给我放下！将这批反贼全部给我拿下！周将军，狼头，把贾刚给我劈了！是。
白姐姐，白姐姐，太好了，白姐姐醒了。白姐姐，白姑娘，为什么要挡那一下？我，白姐姐，你也太傻了，怎么能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呢？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啊？我看见了，王妃变师娘了，我已经紧跟慢赶了殿下，管好你的嘴，闭上。说吧，小刘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可以叫来军队的人？这话说的，我是你徒弟啊！说实话。啊，行行行行，说实话，我父亲跟周将军有故，郎正才不是往这边来吗？我担心大家伙出事儿，所以我叫郎头赶紧通知他。报，殿下，收到您的情报，臣就赶过来了。瑞王殿下，末将救援来迟，还望瑞王殿下恕罪。叛军已经全部清理完毕，斩杀121人，其余400人全部俘虏。瑞王殿下，起来吧。你真是瑞王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难怪你能拿得出那么多瑞王的话。瑞王，那岂不是……行行行，我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人称书画双绝、玉树临风、探案高手，如今的瑞王。瑞王。见到瑞王殿下还不下跪行礼，周将军，你就免了吧。这位叫宋慈，他是我的师父，其他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。瑞王，你就是跟我有婚约的那个瑞王。这位是，这位就是沈修灵的闺女沈新月。哎，等一下。这小六是我的徒弟，皇上将沈姑娘赐婚给小六，那岂不是说……哦，小神婆，叫上师父呗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过来。说，你一直跟着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要隐瞒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吗？我看你什么笑话啊！你这个死变态，为什么是你？你为什么是瑞王？哎，小神婆，其实吧，这个……行了，真其实……照顾好你的白姑娘吧。哦，沈姑娘，有什么话？哎呀，哎呦！哎，师傅，回头再跟你说啊。沈姑娘，有些事儿你不明白。原来最可怜的是我的徒弟啊！我也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林姑娘，走吧。哎，白姑娘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庄子里面还有事。哎，白姑娘，宋大哥，你快去看看沈姑娘吧。我去看他干嘛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喜欢你啊。他刚才说的只是气话，他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，但对你是真心的。他现在和瑞王是有了婚约，而你现在身负重伤，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，躺下吧。瑞王殿下，这按理说应该是我站着你坐着呀。别老瑞王殿下，我听得瘆得慌。
喝茶。你先喝。你说你，明知道未婚妻就在身边，你还跟白姑娘走那么近，是不是觉得我们沈家好欺负呀？没，我就是喜欢白姑娘。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啊，瑞王殿下？这婚是皇上赐的，这其中的厉害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但你这婚对我们家很重要，所以我考虑过了，即便我再不满意，我也不会去改变它。你还是可以改变的，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师父吗？你想让我们沈家抗旨吗？没有，沈姑娘，你想啊，既然咱们两个都不喜欢这赐婚，干嘛不互相帮助，让对方找自己喜欢的人呢？对不对？你也太天真了吧，这件事就不是你和我能够解决的。这个婚你是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啊。喝。哎呦我去，赶紧走。哎呀，这小神婆心地倒是挺善良，为人也挺简单，敢爱敢恨，但是你没看见刚才她那样子，恨不得要把我吃了。不会吧，我觉得人家沈姑娘不是那样的人，而且人家好像也不愿意跟你。榔头，我去！殿下，别闹了，我跟你说件正事，赵帝出事了。说，在咱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内，工部侍郎袁大人也离奇死亡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有五名朝廷要员离奇死亡。据说皇上那边也受到了些惊吓，他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，而且老是疑神疑鬼的。事不宜迟。马上回京，朝廷既然有难，我担心我父皇，咱们得赶紧回去。嗯，好。这小六留下书信，说这朝廷最近也不太平，已经死了五个朝廷大臣了，还让我们尽量远离这些事情，安心在南庭书院求学。你觉得他什么意思？能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开口呗。不过你说身为他的师父，我能不帮他吗？不过我现在是瑞阳的师父，你说我该不该开口要点学费啊？啊，喂，娘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爹呢，不知道他在那边怎么样了。我给韩大人写信，韩大人跟我说，阴兵借粮的案子还没查明白，有不少大臣上书弹劾我爹，让皇上尽快发落，我有点担心了。放心吧，明天就动身前往京城。子枫，你相信我吗？我跟你这么多年兄弟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好，既然你相信我，那我就去向小六求情，求求他将阴兵借粮一案交给我来调查，还你父亲一个清白。咦，小神婆，你怎么没跟小六一起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他走？我还没过门呢。那你呢？去京城有个伴儿，不行吗？可以，正愁这路上没个伴左的。这两个人也真是的，白姐姐身子才刚好转一些，也太不懂得照顾人了吧。白姐姐你上马。啊，这哎呀，上马吧。谢谢心愿。来，你们两个倒是快点啊。怎么，这才分开一个月有余，就想你们家倩儿姑娘了？无不无聊。你这人还真是无趣，
也就是尹俏能喜欢。到了临安，大家马上就要分开了，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嘛。对了，夏晨鹏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家呀，你跟子芳可以去书院，我和白姐姐又去不了。再说，我还要去找小六呢。哦，你们真要结婚啊？那可是圣旨，我能怎么办？沈姑娘，其实不要再劝我了，你是不是也要走了？好，那我们有缘再见。没事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来我家，随时欢迎。嗯，走了。回头，我到南庭书院找你们。白姑娘，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也有些私事要办，到时候我去书院找你们。啊，那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都走了，哎，我是不是很好欺负？啊，我都背了一路了，该你背了吧？这么重，自己背着，赶紧去书院报道去。矫情。来，下一个。我是江州人士，姓马名三，家父是江州知府马问，这个是家父的名帖。嗯，不错，进去吧。是。好像挺严格的，我这行吗？你就跟他说你破了霞水女鬼案，也破了燕回城的大案，他们肯定会通融你的。放心。真的？赶紧赶紧，快啊！下一个。先生，什么身份？有无名帖，有无功名，快说呀！哦，身份没有，建阳白丁，功名也没有。不过呢，我破了建阳。你当南庭书院是什么地方？你三无人员竟敢来这儿？走走走走走！下手下手，耽误时间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我兄弟的走走走走，他破了霞水女鬼案，燕回城的案怎么办？他破的。什么人啊，什么素质啊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可是当朝瑞王的画，你知道这幅画多少钱吗？就你这个穷酸样还想来我们南庭书院，赶紧走吧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这人这话说的那可就不对了啊。好了，住嘴。南庭书院有南庭书院的规矩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喊人了。就是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吧。想不到堂堂一个南庭书院如此看重名利。哎呀，算了，宋慈，我们走。哎，哎呀，赶紧走吧。下一个。哎，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你留下，我走啊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带你出来，就定要保你周全，我不允许这帮人指指点点贬损你。走。嗯，龚先生。来者何人？小女奉家父当朝太子太保沈修灵之命，来给这位宋公子送上名帖，还请南庭书院给一个参加入学考试的机会。沈大人的名帖，下官遵命，下官遵命。龚先生，龚先生，哎呦，苏大人。末将奉韩大人之命前来给宋公子送名帖。韩大人的名帖。苏将军，可惜了，你来晚一步。
宋慈的名帖，家父已经给了。大有来头啊！这不龚先生还没接吗？龚先生，韩大人爱才，曾在燕回城和这位宋慈小兄弟有过一面之缘，还望接下韩大人名帖。一面之缘，我妹妹和宋慈可是生死之交，请收下家父的名帖。这两位大人的名帖，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接谁的呀。去，龚先生且慢。瑞王的护卫，龚先生，他竟然也来了。狼都来了。看清楚了，这乃是瑞王殿下的名帖，我乃是瑞王殿下的贴身护卫，奉瑞王殿下之命来为宋公子，也是瑞王的师父，送来瑞王的名帖，还望龚先生能够收下。可了不得呀，我刚才也这么说的。先生，龚先生，你说这刚开学就把先生给弄晕倒了，不是好兆头吧？活该。各位，记住的我南听书院。当遵守书院戒律，今日拜见书院院长朱雀居士、黄远飞大儒，徐聆听教诲。是。先生，此次书院新入学的学员到了，请先生垂训。先生，新学员到了，请先生垂训。朱雀居士，朱雀居士，黄先生。黄先生，学生已经黄先生死了！别过去！他好像得了什么病。老师，他得的是瘟疫啊！都走，都出去！马上通知衙门！走吧，你们两个出去。先生，我要检查一下尸体。这位学生，我知道你来头很大，但他好像得了瘟疫，交给衙门就行了。走，都走，快走，走。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我们走到哪儿人就死到哪儿？不过黄先生的死真是因为瘟疫吗？这瘟疫有很多种，书案上有大滩血迹，可能是朱雀先生自己磕的，全身尸表皮下出血严重，这的确是瘟疫的症状。如果是真的死于瘟疫，学院岂不是……有时候真正的死因还需要仵作来鉴定，至关判断难免会有。哎，先生，先生来了。先生，先生。仵作刚才已经确认，黄先生死于瘟疫。鉴于瘟疫的传染性，
从今天开始，书院暂时停课。殿下也不必太过焦虑。如今虽是我大宋多事之秋，但我相信，国祚绵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观我父王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差了，甚至都不敢走出寝宫。这段日子倒是苦了那个沈修灵。和我们比起来，这个沈修灵确实难呀。如今多名朝廷命官离奇死亡的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死亡国度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而且弄得人心惶惶。再不破此案，通灵沈家这个金字招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这个沈修灵倒也算是忠心耿耿，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个装神弄鬼的样子。奈何皇上喜欢呀。韩公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查出阴兵借粮的案子。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，原本我父皇北伐的决心已经彻底的动摇。他觉得战争死去的亡魂太多了，所以不愿意北上收复故都。殿下，关于此案我可以保举一人，此人正在临安。你说的此人可是宋慈？正是。但是我听说他跟沈修灵的女儿走得很近，这个沈修灵要查死亡国度的案子必然会找宋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能为我所用就用，若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。沈修灵在宋慈身边有人，难道我韩馥就没有人了？老爷，小姐到了。嗯，快请。义父，这就是你的人？殿下，此乃我的义女白雪烟，人送外号药仙。白雪烟见过殿下。我确实听闻宋慈身边一直有个精通药理的姑娘，没想到竟是您韩大人的义女。这京城不愧是京城啊，连客栈都这么难找，还非得跟你住一屋。哟，嫌弃起来了？我俩又不是没住过。行吧，你找你的尹姑娘去吧。哎，能不能别老拿尹姑娘跟我开涮？哎，你说你现在求学也求学不了，要不然你去找尹姑娘，我呢回我的建阳去找我姐。打住，要走你走，我还有事办呢。你爹的事儿？嗯，瘦了？没有。我听说你这一路上帮了宋慈不少忙啊。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你都替他挡了一枪，这叫没帮吗？爹爹放心，已经没事了。没事了？嗯，那就好。来，来吧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酒酿圆子，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要给你接风洗尘，你这一路上真的是受罪了。谢谢义父，其实这一路上大家对我都很好。那义父想问问你，你喜欢宋慈吗？啊，少男少女情窦初开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嗯，好，那我再换一个。你觉得宋慈喜欢你吗？宋慈一直心系案子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义父不反对你们在一起，甚至义父可以亲自替你去说。哎，别别别！但是你要替义父做一件事情。义父请说。这个宋慈能断案，
能力超群，义父想请他破阴兵借粮一案，此案关系重大，关系到朝廷北伐的决心。宋大哥古道热肠，而且非常有正义感，就像在燕回城那次一样，我想不用我说什么，他肯定会义不容辞。这次不一样，因为沈修灵沈大人也会请宋慈去破这个死亡国度的案子。如果宋慈接了那个案子，那我们的事情必然会延后。我担心会耽误北伐的良机呀。我明白了，义父是希望我劝说宋慈先破阴兵借粮一案。没错，燕儿，你知道的，北伐一直是义父的心上一件大事。我知道，燕儿也是如此。义父放心，因为宋大哥最好的朋友李公子，他的父亲正是阴兵借粮案的范将李泰。我想，就是为了这个李公子，他也一定会答应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其实啊，义父也无异于争个先后，只不过义父年纪大了，再不北伐，我担心我看不到重回故都的那一天。义父，什么时候出兵？燕儿，你的父亲作为我的副将，在宿州之战为保我而战死，你的母亲，我的妻儿，都是被金兵所杀。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的孩子，我和你一样，没有一天不想着复仇。我明白义父的苦心。好了，你先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南厅书院的大儒黄远飞先生突然暴病而亡，现在南厅书院已经停课，你赶紧去找宋慈。同时别忘了我交代的事情。好。哼。太傅大人。苏全，派人盯着沈家的院子，那里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，我怀疑这一切都和那个老家伙有关。哦，还有宋慈在京城的一切行动，我希望你大开方便之门。是。哟，宋公子。苏将军。苏将军。苏将军，韩大人怎么说？我还能去大理寺看我爹吗？韩大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末将明日即刻安排公子过去。谢谢苏将军。有劳。